already. Let's run. 2019我们在上海，三年之后终于又见面，耶，超开心的，耶 ，Cheers for Taiwan。哎，天干净，不要浪费，很 dirty， 这样不行的，对，这个画面，对，不能上屏那个频道。是的，没有错，不知不觉来到台湾已经快六个月了，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做一期影片来讲一讲台湾带给我的感受和我对台�湾的印象了。在我30多年的人生里，台湾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国际化区域的存在，从城市风貌到经济，又或是人文特质到娱乐产业，以台北为代表的台湾是我从小时候就向往旅游的都市之一，印象中可以和东京、巴黎和纽约这样的城市相媲美。没错，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上海人从小对台湾的印象。2017年，我人生第一次来到了台湾，不过当时行程关系只逗留了短短的5天时间，去到最多的地方是朋友的家在天母区，还有他们带我去阳明山等景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美食和日式小巷。第一印象是非常不错，但是并没有很深刻，因为时间实在太短了。对了，话说我人生最醉的一次也是在台北的夜店经历的，没记错的话那家夜店叫 Frank。 OK， 那旅游和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次我决定至少在台湾生活半年，来真正体验和感受一下这个国度。那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九份老街被当地大学生采访的那个影片，我曾经就讲过看台湾能不能留住。答案应该就在今天这期影片的结尾吧。所以你如果好奇我一个上海人为什么要来台湾生活，那又会不会留下来在台北继续生活下去，就一定要把这期影片看到结束哦。那我想从相对不重要的因素聊到非常重要的因素开始。首先一，台湾人。是的，台湾人的热情和谦卑我就不多宣传了哈，网上关于这个话题的影片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有时候我会觉得略微有点夸张了，感觉是为了故意讨好台湾观众来换取点赞。那我在台湾自由行的过程中也确实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跟帮助，相较热情呢，我更喜欢用舒服来形容和台湾人的相处，感觉比较简单和直接一些，换言之大概率不会遇到一些特别扰心的人，至少我在台北生活这几个月并没有遇到。那尤其和对岸比起来，我觉得概率上会低很多，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那整体素质而言也是相对高一些，那对于母语还是中文的我来说，这点算是很加分的地方。二，城市基建。曾经生活在上海、波士顿和纽约的我，其实早已厌倦了所谓大都市的繁华，布满高楼大厦的国际大都市也不是我现在追求生活的标准。前面说到了，对台湾的第一印象很不错，虽然没有高楼大厦的环抱，也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崭新设施建设，但是整体城市的维护和保养还是做得非常不错。虽然有时候我会一瞬间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仿佛回到了15年前的上海。之前有看过影片讲述台湾陈旧的铁皮屋问题，刚来台北，为了住这个新一区方便出行呢，我就住过这种铁皮屋盖的旧房 Airbnb。 上期影片我就有提到这个话题，还有台湾朋友留言说了他的观点。虽然我不太了解台湾政府在城市基建方面的改革方案和措施是如何实施的，但是一定程度的迭代更新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起码确实在感官视觉上啊会让人更好吧。虽然我个人对此并不是非常敏感和在意，也不会影响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但是如果台北要保持国际化城市的形象，政府确实需要更努力一些才好，对台湾整体的投资市场跟经济也是非常重要，至少我是这样理解。那我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观点。三，出行和交通。我想说不得不承认台北的道路管理表面上看是蛮规整的，比如标志性的行人步道和自行车道，
我大部分时间骑单车出行，也是用自行车道，的确很方便了。行人一般情况也不会占有自行车道，不过生活久了还是发现不少的问题，比如很多骑楼底下对行人和单车的通行并不是非常友好，商铺会把商品摆在街上，显得空间感非常狭小。其实这和很久以前在上海的很多街道很像，所以每次我走路或骑车经过会有一种莫名的穿越感。毕竟如果我要怀旧，可以去迪化街这样的老街，毕竟那是一种特定的心情，但是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显得非常不方便。那这边我想顺便夸一下内湖区，和市区比起来虽然没有那么的方便出行，但不会经常让我有种穿越感，道路也非常宽敞，空气也更好。晴天的时候在内湖区骑车兜风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那这边我也顺便推荐给未来考虑来台湾旅游甚至生活的外国朋友们参考。开销问题印象最深刻就是来到台北的第一个礼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花了将近3000台币在计程车上。那大家知道我之前是在泰国生活，泰铢跟台币的汇率是差不多，当然我也可以坐捷运，但是第一个礼拜我跟很多台湾的老朋友相聚嘛，那晚上会比较晚回去，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捷运，也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然后那个时间如果回家只是短短的十几分钟20分钟的车程呢，差不多就要300到400台币，加上白天的时候因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嘛，很多地方要搭计程车，所以这个计程车的开销给到我第一印象就是哇哦，台北的消费不低哦。那其他方面的日常开销比如饮食服饰等这些我都觉得因人而异啦，高级餐厅和夜市小食我都有体验，对我来说后者的 CP 值会相对高一些，我个人似乎更享受路边的日式料理小店和夜市的这种氛围，同时我也很欣赏台湾人的居家生活氛围，这点传承了华人对家庭和朋友的重视，经常会在家做饭，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开销，也促进了家庭成员与朋友间的感情。记得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是很少见到美国朋友家庭自己做饭聚餐，这样一般都只是圣诞和感恩节才会，这点让我确实在台湾有再次感受属于我们华人的家的温暖。那另外一点我略有感触的就是作为身边很多台湾人来说，他们的薪资水平确实相较开销的话是不算高的，这也是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没有实力去买新房的主要原因，那又间接影响了婚姻啊生育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确实啦，对年轻人来讲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又怎么去负担生儿育女的责任呢？那我了解下来台湾似乎对外国人的定居及工作权也并不是很宽松，感觉政策好像没有太欢迎外国人来台北工作，阿明来台湾工作，难怪我在台北见到的外国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如果我在台北能长期生活下去，要么就是能在台湾找到合适的工作，要么就是频道发展起来能支撑我的在台北的开销。所以看到这里的你，如果给我影片点个赞的话，这是对我影片制作和在台北生活下去最大的支持和动力了。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一定要订阅起来咯，点击旁边通知小铃铛，你以后就不会错过我在台湾任何的影片咯。气候，说到这里，能影响我能不能在台北生活的因素也越来越重要了。我真的必须很坦诚地说，台北的天气真的让我很不喜欢，下雨实在是太多了，这种潮湿的感觉对心情和身体都不太健康，有时候甚至感觉睡觉的被子都是潮潮的，朋友跟我讲要用除湿机才行，不然衣物都可能会发霉。那我在想，如果北部一年的雨水那么多，那我是不是要考虑搬去南部或者东部呢？Alright, folks. The rain comes back again. You know, but it's not too big. It's kind of annoying. So I'm waiting to see some big rain to finish in 20-30 minutes. This kind of rain keeps raining hours and hours. This is the worst part in Taipei. So definitely don't advise people to come here.
难怪采访我的台湾大学生会推荐我去宜兰，好像很多台北人自己都不喜欢台北的天气。不过下雨天和朋友室友们在家里做火锅吃也是非常的惬意呢。只是不管怎么样，真的希望台北可以少下一点雨，多一点晴天。台湾美食，都说能做一手好菜的人就可以留住一个人的心，台湾就好比一个美食家俘获了我的心。刚才说到下雨天的时候，又情不自禁让我联想到了我最爱的一道台湾美食姜母鸭。没错，这也太符合台北的天气了，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喝上一口姜母鸭汤，哇，真的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再来就是我和麦都最爱的三妈臭臭锅，前后我们应该已经吃了至少有四五次了。泰国人他每次都把汤都喝完，有时候点一锅就可以满足两个人的胃，价廉物美。我的台湾美食短片系列也分享了我个人都比较爱吃的台湾菜系，每一样食物都让我深深的眷恋。那民以食为天，在台湾也算是实至名归的说法了吧。其实台湾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能够让我感受不同氛围的属于华人的生活圈。今天这期影片也算是对我来台湾快半年的一个小小的总结，还有太多没有完成的体验在等着我去陆续完成。阔别三年，搬将近四年，我终于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上海。那虽然我人暂时离开了台湾，但是我在上海仍然有很多台湾的朋友。那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生活工作呢？那在未来的影片中会为你们一一揭晓。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喜欢影片给我影片点赞，没有订阅频道一定要订阅起来，记得点击旁边的通知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任何上传的影片咯。那我们就下期影片不见不散。就是这样的奇妙。我等下在泰国骑摩托，今天就回到上海骑共享单车。互拍了。